学到什么程度可以去弘法利生开悟了。没开悟的时候不可以。为什么呢？没开悟你是凡夫，你还有烦恼，你还有习气。啊，要怎么样开悟？也门，也门深入。这一点希望我们同学们要注意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不能学太多啊。学太多的时候你分心了，你精神不能集中，你妄想会很多，所以只准学一门，叫你天天想一桩事情，想到无想就毕业了。啊，不能搞太多，不能搞复杂。啊，这个不是学知识。啊，不可以光学多闻，光学多闻在什么时候呢？开悟之后。没有开悟的时候是以开悟为第一，啊，就是修定。啊，你看因界得定，因定开慧，开慧之后可以观修。啊，那个时候学太容易了。啊，学佛同学很多人知道龙树菩萨大彻大悟的初地菩萨了。啊，他开悟之后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3个月就学完了。你能相信吗？我相信。我凭什么相信？我在六祖坛经里面得到的消息。啊，你看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跟海鲜老和尚一样，一天经没听过。啊，五祖道场有禅堂有讲堂他都没去过，禅堂里头没去过，讲堂也没去过，非常生疏啊，住在这个庙里住了8个月。啊，神秀法师写的记子贴在墙上，他不知道在哪里。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说他老实，他不乱跑。五祖派他对对方工作，他8个月就是在对方，除对方之外他哪里不去。这是什么定？他定住了啊，定生慧啊。坛经里头有一段记载，法达禅师他学法华的啊，诵法华经3000部啊。那我们相信法华经很长7卷，但是分量大啊，一天顶多只能诵一部啊，3000部学10年，10年时间完成3000部法华经，但是没有开悟啊。到曹溪向六祖请教，六祖说这个经我没听说过。六祖不会看经，不认识，听你念给我听啊，你念了3000部了，念给我听啊。他就念个六祖听，念到第3品法华经，我们知道28品，念到第2品，六祖说行了，不必念了，我全知道了，给他讲他就开悟了。你想想看，开悟的人多简单。
一部《法华经》听几句，他就行了，下面就不必听了。像这样学法，一部《大藏经》三个月足够了。所以我们想到，龙树菩萨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每一部经就翻翻看几页就明白了。啊，不管是前面后面当中，啊，看几页就行了。一点都不假了。所以开悟是多么重要啊，你要搞杂了搞乱了，你心里常常想的，你有那么多的妄想，有那么多的杂念啊，而且还常常这去到处攀缘，你怎么会有成就？一辈子不会成就啊。所以你看这个海鲜老和尚给我们表法，我们要感恩的，要顶礼呀！啊，就是一句：专一专到极处了，就一句“阿弥陀佛”四个字。啊，他得到什么结果？他得到明心见性，因为他自己说过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知道就是大彻大悟。明心见性，他不说，人家问他为什么天机不可泄露，跟你开玩笑啊，就是不跟你讲，跟你讲了你不懂啊，你老是念佛，念到一定的程度就懂了，你不念佛怎么会懂啊？你不老是念佛，这无量寿经听不懂啊，海鲜老和尚观点你听不出味道啊，甚至于听听就不想听的，他说业障重啊，啊，这个时候我们才自己真正知道自己这一生多幸运，这一生还有什么想头？就是想到极乐世界，其他什么念头都没有了，这叫得到了，真明白了，真回头了啊！所以记住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不是法不好，法每一个法门都好，佛说的都是自信流出来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啊！但是你只能选修一门，你就成功啊！尤其是经宗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你把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通通得生，这法门妙极了。不是说只有念阿弥陀佛可以往生啊，我念观音菩萨能不能往生？我念地藏菩萨那么难，只要你一生就念这一句，你把别的放下啊，一定要回向极乐世界求生净土啊。那我们要念其他宗教行不行？行，只要专心啊，念到功夫成片，念到一心不乱啊，回向求生极乐世界，通通得生。啊，要不要改变宗教？不需要。为什么？所有宗教都是自信流出来的，没有例外的。所以，宗教真的是一家。啊，念学基督教，虔诚基督徒。啊，功夫达到了成片，啊，他要是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想求生阿弥陀佛，见阿弥陀佛，行不行？行，用他的功德回向，阿弥陀佛就接引他，啊，他到天堂去了，结果一看，天堂就是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就是天堂，那其味无穷啊！那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
啊，每个宗教都到他理想了，到最后大家见面，哎呀，你也在此地，他也在此地，啊，才有味道了。啊，这就是整个宇宙是一体，是一个自信变现出来的。啊，十报图都是心现，没有十变。十法界里头加上阿赖耶，阿赖耶是生灭性，是妄性。啊，妄性通常叫它做无始无明。啊，无始无明是有生灭的，就是刚才说的，一秒钟，2240兆。啊，这讲它的频率。啊，一秒钟，啊，或者说是2240兆分之1秒，怎么回事？啊，所以人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再不迷惑了。啊，你的抉择方向。正确的，没有不成就的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